68岁美国男星艾力宝云在今个月21号在新墨西哥州拍摄电影 Rust 的时候，道具枪意外走火，造成男导演 Joe Souza 重伤危殆，同埋女摄影指导哈利娜死亡。警方公布调查的细节，调查指艾力宝云当时被告知手上的道具枪是安全。电影的副导演将道具枪交给宝云的时候，同样不知道枪内装有实弹，更加对宝云话 call gun。即是没有子弹的枪，而宝云昨天在 Twitter 首度开刊，表示没有说话能够表达他的震惊和悲痛，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，更指出有和哈利娜的丈夫保持联络，表达对他家人的支持。